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96面，196面，倒算第4行，最后一句看起啊。看老居士注解，发心。即自性心，名为毗卢遮那，亦为遍一切处。遍一切处呢，就是讲一切时、一切处所，伊拢伫个。就是经中所讲的上一讲啊，对于正佛来讲，是这个要各位。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位，对居住环境呢，就称为上是公土。实际上，上是公无上啊，伊毋是物质，伊也毋是精神，伊无自然现象啊，所以就是一片光明啊。这就是家己的真性。家己的真心啊，伊什么拢无，伊什么拢会变现。人生万法、万事万物，拢是对于这个所在生出来，对于这个所在变现出来。按怎变呢？《华严经》上讲得真清楚，延寿国师的梦境还原观。咱以前拢有学过，啊，讲甲真清楚、真明白。就讲心土一如，心土不离啊，有一个名，但是你找无伊个分量。下面就讲甲真好咯，伊讲那中道离体。离这上及诸戏论，这个伊个到底是安怎呢？讲出来咯。中道啊，是佛所证到的。空有两边啊，拢不足啊，唯空唯有。该好这名叫中道。如果你拿执着有一个中道，啊，你就错了。为什么你搁落地个两边咯？啊，两边呢，是对分别心里面导出来。啊，大乘佛法甲人讲，整个宇宙是一体。是一个整体，绝对袂当分割。因分割啊，你烦恼就起来了。事实上，并无分割，分割是你的妄念。所以佛说法确实有伊难处。按怎才会响听？一定要遵守阿弥菩萨的教诲，袂执着。言语的相，他经未接着文理相，文理是语言的符号啊，叫做离一切相，
那文理语也袂当执着啊，名词词句也唔通执着啊。譬如空、有、中拢唔通执着，你了解伊个意思就好咯，唔通执着，唔通分别。分别啦，都是错咯，那会当执着呢？啊，你啊，就是讲你会晓听咯。你真正会听听了，不说话了，嘛是安尼生啊，我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伊就讲遮多啊。伊无分别啊，无执着，无起心动念说的，咱啊哪会了解呢？咱也无起心动念，也无分别执着，你完全了解伊的意思。啊，咱啊起了起心动念，有了分别执着的，那是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咱听佛讲经，读佛的经典，是家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为什么佛无意思啊？啊，咱每一个人拢无同款，咱听经、读经啊。感受的也是拢无同款。如果那是同款的，真正意思应该是同款。为什么我读的是这个意思，你读迄意思呢？这个事实真相拢爱了解啊。开经记里讲的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这句话真正是无容易啊。你哪会当解如来真实义呢？但是你妄想分别执着的，就是啊，如来真实义咯。什么人呢？你来先教内面华严梵高初诸菩萨，伊就知影咯。啊，伊做到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一切全放下了。阿罗汉，只放下执着啊，要分别，要起心动念。伊是不是解如来真实义？个诸位讲袂当啊，伊也无这能力。菩萨会当理解，菩萨是分别。嘛放下了，下界如来真实义的是小分啊，未当完全了解啊，完全了解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梦想放下，梦想就是分别执着，你才真正会当了解啊。有教的中国，中国两千年，这两千年当中啊，会达到这个水平，未少人啊。咱开了估计，至少是有三千人到达这个水平。啊，这个水平的人，一般拢甲称作成佛了。就像禅宗内面所讲的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，伊就达到这个水平，真正了解到如来真实义咯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唔捌字啊，伊知影，但今来伊讲啊真好啊，这个代志。甲捌字唔捌字是无关系，关系伫倒位？你是不是放下？甲放下是有关系，甲捌字唔捌字是无关系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啊！伊是真正厉害，伊拢总放下。虽然唔捌字。你这警告，你念佛一听，你无一项唔知。
伊会当甲你讲解甲头头是道，互你也开悟，伊有即个本事。若讲是佛经啊，伊了解。也咱中国传统嘅学术，伊知影未知影？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伊拢通咯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不离诸性啊！你见性哪会讲未通的道理呢？佛法的修学啊，终极目标就是要见性，就是要护你恢复家己本有的智慧德能。目的在这地，不是啊，记文字学，不是你念经念真多，你记个真多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就变成常识。啊，咱现在事故叫做知识，佛教无求知识，佛教是求智慧，智慧是对戒定当中来。戒是一个手段，定是枢纽。你心得定了，你妄想分别，执着也搁低了嘞，你啊得袂着定。啊，必须把这物件放下，你真正得定了。啊，定中的境界。时间空间无了，时间无了，过去未来啊，过去未来拢伫个眼前，你拢会看到。空间无了，就是距离无了。搁较远的所在，就是伫眼前啦。从方山师讲啊，真好。五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五心，净土即处方，处方即净土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阿弥陀佛叫做世界是对对来的，咱家己的心变现出来啊！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哪有距离？哪有煎熬呢？无咯。你才真正看到这个真相，真正接触到事实真相，这拢总是叫做啊发心啊！啊，你这相，因为发心无相，所以你离相你才会看到，你着相你都看未到。业主议论，这个议论是言说，你安怎讲拢是也过一层啊？我伫经常所讲的这些，咱拢袂当执着，执着你就袂见性啊。所以听经绝对唔通去执着言说上。学经啊，绝对啊，唔通去执着文理上，用什么心去听？用清净心听，用平等心去读啊！你读的时阵才恍然大悟。那哪有经教为什么未开悟？未当开悟呢？着相啊！那哪会当开悟？要相信凡夫啊，凡夫之见啊，这是未当讲唔知影。所以你一切相啊，都是说明啊，唔通用相去甲看，其诸议论即唔通啊用言语去讲伊。
连山讲讲了拢无成啊！下面即句古无边真正功德，伊什么拢唔是？但是内面啊是富足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，无量的上好，每一项都无欠，但伊什么拢无。慧能大师开悟时阵哩讲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就是即句啊。伊也无详细讲，伊就是讲一句本自具足。可是适合我们好的华严经常讲出来咯。佛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迄、那个本自具足，就是啊，即句啊。咱家己真心本性内面，甲如来同款的智慧，同款的德能，同款的上好啊。所以佛看一切众生，唔敢轻视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无差别的啊。菩萨对于一切众生，上不轻菩萨标这个法啊，顶加菩萨。看到任何人，伊拢会礼拜。外面咧讨饭的迄个乞丐，菩萨看到伊拢改顶礼。恭敬啊，恭敬是恭敬伊的自性，有佛性啊。只是现在伊未啊，伊觉悟伊就是佛啦、啊，未时阵伊的佛性还未淡掉啊，智慧德相嘛无失去啊，只是现在未当现前啊，伊有障碍啊，这个障碍就是烦恼失去啊，有这物件障碍，这物件若放下，伊的智慧德相就现前啦。空间啊，时期，江苏、定江、金山寺有一位法师叫妙仙，一般人改称作金山瓦佛。这个人的英语啊，人生最功不修边幅，一生都是穿一件衫，内面是一套小褂裤，外面是一件长衫，一年烫天也无要洗，伊就只穿一件衫尔。寒天伊也未寒，热天也未热，有这个本事啊。抗战期间，伊伫缅甸两宫还击的，伊的传奇故事真多啊！这位大德啊，迄真正是大德。医师看到伊，拢嘛该磕头啊，还是法师啊。尤其是真正有德行的法师，伊安怎呢？伊嘛会回礼，技师甲伊磕头磕三个头，伊嘛跪来甲技师磕三个头。
所以讲有真侪出家人感觉真奇怪，人甲你磕头啊，你是应该啊，啊，伊讲未用，我唔敢当啊。这来对艺术真深吗？甲咱都爱学，哎呦，谦虚呀，爱甲内心内面的牛慢习气啊，等甲清清气气啊。伊啊是做出来互人看的，感动人啊，真正深啊。甲伊学的人真多，发言书信国内国外真多，所以伊有真实的功德。啊，法师的本地啊，咱唔知影，伊家己无透露，无人知影。但是看伊的表现，是修行正果的人啊，伊啊。有他心通，别人心内咧想什么念头，伊拢知影。伊有宿命通，知影过去未来。唔是一个普通人啊！罗观法师甲伊做伙带去四个月。这个老法师跟我说，他说他真正那一点都没记了。有一次罗观法师跟他到店吃饭，信徒对饭来供养他，他很欢喜啊，接起来就吃。那个人也送一碗，一共啊是有十七个人，所以十七碗饭啊，后面还有人还要送。罗观法师在旁边看，那就不用你啊，你不能害法师啊。他已经吃十七碗饭，还吃一碗面啊，你还要叫他吃咯。罗观法师啊，就给他制止咯，所以大家才不会天崩咯，要哪不会又天咯。罗观法师在旁边问他说，敢不会用你？伊甲罗观法师讲，不增不减啊，若无技术，啊，伊有这个能力。若讲有这个能力，伊这个能力要会教示给别人。这是罗观法师亲身伊所感受的啊，也是有一天到底吃饭。妙善法师就劝遐信徒，来来，恁替罗观法师，甲天崩，一碗天落食落去，搁来个，搁天一碗，搁天一碗，然后罗观法师会记大概食了十碗，无感觉讲会甜啊。伊讲啊，比你迄、那个这种能力，伊家己的啦。这是。空间时期的人啊，老一辈啊，甲伊熟悉人真多啊，唔是假啊。一生无爱一仙钱，辛苦一仙钱都无，人穷用伊钱的时阵，伊就该食了啊。门票另外偌垃圾的，所以困伊拢嘛该食了，无代志啊。做出这款的模样，互人看。伊专门真爱伊涂骹捡粪扫，粪扫内底特别是破铜烂铁，伊拢甲食落，亲像吃土豆同款甲食落去。伊个故事真多啊，讲袂完俩，这拢是真个，唔是假啊。所以
咱每一个人自身内底确实是具足无边的真正功德啊！啊，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、无量的上好，唔通向外求，我唔是假呀，唔是真呀。自性内底是真呀，唔是假呀。所以真正学道的人，向内求啊，无咧向外求。啊，佛陀教咱怎做，咱就认真去做，修行。把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言语、错误的行为，拢总给修正过来，叫修行啊。正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经论所讲的都是啊，都是标准啊。应该都修心，该都那是心的标准。经论是意念的标准啊，唔通讲有不善的念头啊，起心动念拢爱甲佛经上讲的相应，啊，这就对了。无相应，赶紧都甲改过来啊。下面的一句来为佛无佛之境界。这不是普通人的境界啊，这是啊佛的境界。什么时阵会修到这境界呢？如家家注意讲咯，咱对 A 啊向上来甲看，未执着，未执着啊，都是阿罗汉；未分别啊，都是菩萨；不起心不动念，都是佛啦。你修就要一站一站向上修，先对到学起，先学不执着，然后啊，再个学不分别。亲像慧能迄款的人，讲放下三个拢放下，这个唔捌看到啊。慧能大师以前无半个人。慧能大师以后也无一个，但是对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的，这就多了。这咱感觉到中国两千年来，应当是有三千人左右。哎，就是讲一步一步，真像咧爬楼梯同款，一站一站的爬起去啊。这个应呢？原教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初信位的菩萨，啊，不是初诸菩萨。华严嘛，初信啊，到六信啊，是修行啊。第七信证阿罗汉，嘛是啊，一站一站那个爬起去。啊，四乘法界内面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一、那个佛要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伊就出十法界咯。这是真佛，唔是假佛咯。就是即地讲呀，唯佛无佛，那是真呢。这就是啊，禅宗。大天大我明心见性的境界咯，那九窍啊十法界，是因为这个境界。继续个看下面看第二报心，如来名作罗刹那，亦作光明遍照。灵殊初地以上的菩萨感见之啊，这初地是别教，别教初地，凡教初诸，拢会去看到，你会当看到，你就入伊的境界了。
啊，这个境界是41位发心大师啊。这里面有41个阶级，都嘛叫做啊发心菩萨啦。罗刹那那是梵语，梵做中国的意思叫做光明遍照，这是啊智慧啊。光明遍照的意思，就是伊的智慧，会照耀着变化界、虚空界啊。我界、虚空界，伊会看到，伊会听到，是内面的众生原生色咯，伊知影。伊只要一个知影时阵，自然就会来帮助伊啊。这是所谓，佛心门中不舍一人啊，慈悲到极处啦。啊，这地讲的是佛的报身啦。来生到内面，上宗所讲的转八邪成四谛啊，啊，发上宗转八邪成四谛，甲禅宗内面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地位是上等的。一般教下叫做大开眼界，净土宗啊叫做利一心不乱。各种的名词俗语是无同，境界完全是同款，拢是这个阶层呢。呀，原教初祖以上啊，41位发心大师，住10宝庄严土啊。这个所在也叫做一真法界啊。为什么呢？伊呀，无用八色，八色转咯，变成四谛咯。八色是什么呢？八色是分别执着、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烦恼心。啊，只要有这物件。伊伫十法界内底咯，伊这物件若无转变咯，伊啊都超越十法界，伊就伫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这个所在只有心现，无色变，所以个叫做一真法界。这个所在是永恒不变的。啊，生到这个所在，拢是化生，变化离生，伊啊无胎生，无卵生，伊是化生。化生的迄个相呢，无像囡仔慢慢大汉，毋是安尼。化生甲佛的心相完全共款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上好永远是未变啦、啊，寿命真正是无量寿，伊未老啊。为什么未老？伊未变啦、啊，伊就未老咯。那、啊、咱这个世界，十法界里面拢会老，拢有生老病死，也变化，一直算无变化。主要怎样？变化是色啊，就是梦想分别执着，这个物件起变化。伊迄边无啊，所以花草树木拢中青，啊，树叶袂落个涂骹，涂骹拢清气个啊，用免去扫涂骹，啊，无变化，真正个净土啊！啊，咱若想讲要伫即个一生当中来到即个环境，那就
太难了。干爹会使讲无可能啊，可是唯一一个可能，咱啊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完成同基础，方便有土甲十宝土拢嘛同款，完全同款呢。这是真正特别的一个环境啊，所以生到啊西方极乐世界。就是讲啊，凡圣土啊，下辟往生也等于是生到是报土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啊，真恶机拄着啊，拄着真多啊，恶净土人未少，恶净土是未少啊，有几个人啊，甲经典内面啊，这物件创清楚、创明白了。伊若无创清楚，无创明白，伊对这世间会流乱啊！伊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，这个世间荣华富贵啊，这个名闻利用啊，伊都会放下咯。伊未过做这款代志，伊爱老老实实念佛求生净土咯。啊，咱这个一生当中绝对做会到啊！哦，我这是在讲佛的报心啊，咱现在家己这个心也拢是报心，佛这个报心是智慧报心，为什么呢？伊烦恼时期拢断尽咯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啊。啊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伊拢总断尽咯。自性内底本来的智慧现前咯，所以这个环境啊，是智慧变现的，心土拢嘛是智慧，伊唔是意念嘛，伊是智慧。这个道理咱未当唔捌啦，啊！咱现在无能力断烦恼，心气太重啊，想断啊断未起啊。好一个来就是教咱破心见，咱心见敢会当破咧？未当破啊！心见无破，肯定有自私自利念头，敢放会落呢？放未落啊！这讲真话啦。因此，咱啊对于净宗这个法门，这赶紧的去，我可以啊，就我可以。我这个一生才有出路啊，才会当啊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了。除进门以外，不法啦，法门追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门啊，拢得爱啊断烦恼，你才会成就。只有这个法门，不需要断烦恼。把烦恼控制掉，只要可以未起作用，咱就成就了。这个控制较容易啊，断太难哦。用什么控制呢？用一句佛号，就是古人所讲：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。念头才起来，无论是善念、恶念。念念净念拢卖去管伊，这个念头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该处理代志。这个、叫做真念佛啦，这个、叫做会向念佛啦。有路用，绝对的往生。
啊，无伫遮来用功夫，但这一生会空过啊，那就太难了。啊，咱现前的心，这是啊业报，这业是什么呢？是家己做的业，有正业，有念业。念业呢，在六道轮回；正业呢，在四性法界。啊，六道轮回以外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四个阶层是六道以外呀。释迦牟尼佛的方便与无土。叫做世界有，这个世界也有。两家内面啊，有善恶。咱的心善、行善，咱这个呀、啊，不心的善。善是什么呢？健康长寿啊。咱啊，世间人讲的荣华富贵啊，这是啊善因啊所感。做作恶业的呢，这个业报身就会交边，受苦受难啊，拢是报身啊，业报无同啊。你个细心去甲观察，也不过较差，精神心啊，富贵心啊，地狱心啊，迄什么？迄造作真重的业啊，伊去迄边去咯。啊，善业，如果这个善根殊胜，超过人间的福报，伊就会去天顶咯。啊，祖祖连连啊！感应度高啊！伊是多一个顶级，一定伊到同一个顶级来对去。顶面袂当去，下面也袂当去。天，佛讲啊真清楚，二十八层天啊，诶，拢是修仙修福的，渐渐上升，做恶业就放下，业报身啊！啊，这个业无人主宰，无甲注意讲无人。这个佛法里头讲啊，真清楚，无人咧主宰，主宰是你家己啊。所以学佛的人。没迷信啊！啊，任何代志拢啊，唔免去问神啊、占卜啊、啊，这个佛教传播啊，拢嘛是反对的。经常讲啊，真清楚，起心动念问家己啊，你就清楚咯。你的心善，行为善，肯定向上升。心行若不善呢，你就肯定向下坠落了。啊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也是对你家己的心上生啊，不是去对外面的啊。那佛跟咱讲，身体，咱身体是家己的心上生的，主要知影，现在就变真多啊，就真多这个严重的疾病啊，甚至癌症。啊，这类的啊，甚至讲比伊较严重的，真正有袂少是念佛念好的啊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有道理滴的啊，有心行善呐、啊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我这个身体嘛是对心上生的，啊，我的心不善，我的身体内面的细胞就变作大毒素呀、啊。多一挂是不善，佛的经常跟咱讲，贪嗔痴叫做三毒烦恼啊。
你有贪嗔痴，你的身体细胞内面就带着有毒素，佮加着慢，佮加着疑，你就有五毒了。这物件偌麻烦呢？这就是你的身体基本上已经带着有毒素了。好加了呢，根修戒定慧是袂贪嗔痴。把咱的身体的细胞内面的毒素完全甲洗甲真清气，你就永远袂破病咯。外面什么款疾病的传染啊，你袂去丢掉啊。医学内面的名词叫做免疫力，你有这个免疫的能力，你内底无毒啊，毒甲都相干，你袂感染啊，你无毒啊。这啊，你就知影咯。明白这道理，了解，那按你去做，你的心情偌快乐呀！毒也是真容易被染的呀，因爱加着盐，这佛经上讲啊，真清楚。贪嗔痴慢疑也是五毒啊，这是因啊，丢命的因啊，死亡的因啊，死后堕落的因啊。缘有两种，有来有外。来缘是万分恼怒烦。这是来缘啊，爱家去掉，无去掉伊真容易掉边啊。外面的缘是在些明是谁啊？伫外面的有吸力啊，有吸力啊。你啊来我一个小小结合啊，啊就边啊就会掉边咯。便是安尼来啊！这佛讲啊真清楚，比医生讲搁较好啊。佛下教咱啊袂去调病，年岁虽然较侪，年龄增长啊，你袂老化。啊，有好什么好处？头一个好处，咱的身体健康。欢喜呀，充满快乐人生，有好头一个好处，家己得到就是这个，一种身心的快乐。啊，富贵啊，贫贱是不相干。你只要肯学，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美满的人生啊！真正有好多爱一记哩，爱乞丐，乞丐都是爱做一个好人啊。佛甲咱讲咧，五戒十善，哎呀，做到。五戒十善具体的落实咧，甲注意讲，就伫《地主规》甲《名篇》讲甲真详细。你呀，好好去念。认真去做，隆重该落实啊！你就是标准的佛经上所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！啊，善人未讲有灾难，未有用祸啊！身心平安，家庭幸福啊！善人事业顺利，你徛起的所在，你还可以帮助社会、帮助国家、帮助这个世界。你修得如何，
越讲就愈大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啊！千万啊，会记哩，唔通去受到外面境界影响。外面遐个境界，对真正修行人来讲，拢是佛菩萨，拢是老师啊！你看《华严经》尾后，现在东主53参。啊，咱应该学啊！迄、那个人欺骗我，侮辱我，诽谤我，陷害我，我会受气袂？这个受气就上当了。上大动咯，甲心内面的贪嗔痴慢搞起来，你就变咯。你看错咯，拄着这款情是安怎？会生气啊，欢喜。伊来甲我考试，看我的功夫是安怎？我通过了，无代志，我一点也未生气，我感恩伊啊！伊帮助我提升咯，你看迄个念头一个转，哪讲无变？这能量确实提升咯，应该嘛提升咯。谁人帮助你提升，就是遐个人帮助你提升呢？你甲看就在一念之间啊，这个一念一个转，你是佛啊！你那是讲起万分啦、啊，你已经就是变作三毒了，马上就对落了。顺境内面都得一寡好人，唔通有丝毫的贪恋啦。总是所有境界当中保持如如不动。顺境来的时阵，我无贪心。贪欢乐断了，逆境来时无嗔恚心，贪嗔痴对对断，对人事上、环境上来断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吃餐食饭，待人接物，就伫这所在个贪嗔痴慢疑个磨掉，磨啊个清清气气，你幸福了。所以每一个人啊，拢嘛是文人啊。每一个人拢嘛是菩萨，每一个人拢嘛是贤弟贤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！是阿摩尼佛甲咱表演，高粱甲只身体是好事，那是一般人未当忍受的啊！伊会忍受。临了波罗蜜是圆满咯，圆满就成佛啦。释迦牟尼佛唔那讲无丝毫万分高量，真正个感恩啦。临死的时阵，甲高量讲。我将来成佛，我第一日来度你。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了，第一日得度是鉴定如尊者，鉴定如尊者的精髓就是高粱。佛的佛讲话算话啊，不是讲假话，你成佛真正第一日来度伊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刚经教学，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就是鉴定如啊。讲话啊，算话啊，所以修行伫倒位，修行伫日常生活，修行伫处事待人接物，修行伫工作的当中，一切时一切处，
拢嘛是菩萨啊学处啊。看你用的是什么心？你一念迷，你是凡夫；你一念觉，你就是佛菩萨。啊，什么时阵你会看到所有一切的人？你喜欢的人，你讨厌的人，你万分的人，拢总拢是阿弥陀佛啊！恭喜你咯，你净土中修行咯。啊，你无往生，啥往生啊？所以咧，如来有报心，咱知影讲，咱现前这个心拢是报心，也报心啊。咱就爱先有运用这个业报心，会当啊，甲佛的报心联系会起来啊。这拢唔是假啊，会当连起来啊，一句阿弥陀佛就连着啦。第三应心。如来的应心，如释迦门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古早时阵翻译翻作释迦门佛，用心有感嘛，佛就会来应啊。应于什么心得多啊？你就现什么心呢？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，有出现在中国无？那年我向李老师请教，老师跟我讲，理想啊，讲会通。在中国出现呢，以圣人的身份出现。孔子、明子、老子、曾子，佛菩萨再来啊！中国历代祖师大德里面，佛菩萨应化的都真多咯。甚至在传记里面都有记载啊，菩提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，地藏王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中国，圆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应化来啊。寒山拾得一文殊普贤化身来啊，真多啊！啊，咱这个世界今仔才动乱，众生才苦，应都是众生如苦，灾难如多，佛菩萨如会来这个所在来帮助咱啊。肯定的啊，只是伊也未落身份，但唔捌伊啊，绝对袂当讲是无啊。如果啊讲是无咧，众生做的这个恶业，无佛菩萨住在这所在，咱啊碰到伊的福分，这个国土也袂讲起破坏。啊，若无这个人，可能地球都无去了。啊，这点呢，咱深信不疑啊。啊，或者动手，来相信这件代志，来常常祈求诸佛菩萨助世。来啊，救苦救难，为什么呢？你有这念头就是干嘛？佛菩萨就会来咯。
那咱的感非常明显，苦难当中求佛菩萨啦，伊啊来应，有时阵是显应，有时阵是面应，肯定是会来啊。你啊，绝对唔是空求，有求伊必应啊，这点拢未假啊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菩萨啊，来应就亲像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讲的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。应现在咱的环境当中，咱唔知影。哦，咱这个世间灾难减轻啦，化解。所以当业轻薄啊。佛菩萨的慈悲啊，佛菩萨的爱心啊，下面讲地藏菩萨，这是也讲别教，不是原教。地藏菩萨，你请凡夫的甘见之啊。你行是行为严格对修行啊，呀，即地讲的地藏菩萨，甲你行，拢是属于自性法界。这种说是自性法界。因心六道来对马乌，六道来对照啊，事情我该是顺啊，拢会去看到见佛的应心应化心，下面要化心，这时啊化心，一时化现之佛为化心。自古至今，这个咱常常嘛有听讲啊。事实上啊，嘛是真正有啊。我头前甲注意啊，报告香港的这个圣严法师，大概是伫八零年代的时阵。因最早去中国，调这个普陀山，在观音洞内面看到观音菩萨，那个菩萨是化身啊。当时去的啊，有三位法师，这拢是出家人，在观音洞口啊，拜了半点外钟，观音菩萨出现。三个人都嘛看到，回来时阵，在路里，因就问讲：“你看到菩萨什么款？”结果大家也拢讲出来，三个人所看拢唔是同款的。圣严法师看到的就是亲像地藏菩萨的款，地毗卢摩全身啊金色。坐上坐伫迄个所在，另外一位法师看到是亲像咱啊一般位的这个白衣大师，是如心第三位法师所看到是出家人的模样，现在是出家比丘像。所以三个人在看都看到了，但是不是看到同款呢？每一个人啊
乾坤覆辙是无同啊！安尼看起来也是圣严法师乾坤覆辙较高一点。你看伊看到的是金色的地毗罗摩啊，金色的这个啊观世音菩萨。但是三个人拢未歹啊，拢看到咯。听讲嘛有真侪人去拜，拜两三点钟拢无看到，因也未歹啊。拜半点钟啊，就看到了。这看到的都是化身。啊，另外一个化身，我讲的故事，那就以前捌讲过，有真侪同学拢听过。啊，空闲的期间，我伫贵州咧读书，阮校长是周邦德先生。胜利了后，伊住伫南京，因家啊真大间，那是以前的老厝。因啊厝三楼，头前是埕啊，内面啊种有几枝树，就是讲最外面的大门，内面要有一扇门，埕内底有一大围墙啊，内面啊则是因住的所在。呀，一共到伊个灯屋是三个门啊。有一天，阮师母哦，就是招校长的夫人啊，伫厝里，有一位法师发言的啊，来个引导来咯。伊就问伊讲：“法师，你对倒位来呢？”伊讲：“叫华山来。”啊，有什么代志无？想化五军的香油，来化缘呢？要改化五军香油。啊，阮的寺庙迄时阵无相信佛教，伊无好意，无好意啊！这个法师念咪啊，伊就走去了。走了后啊，伊忽然间才想到。伊讲，阮家有三个门呢，伊才会当入来，门都无开啊！这和尚是安怎入来的？伊走了，走门也无开啊！伊是安怎出去呢？真正绝对唔是讲目睭看花了。伊讲啊，讲话大概总有十几分钟，唔是目睭花。真正有这代志啊！真正是叫做白日梦同款啊！所以这件代志永远啊，伊拢袂当袂记哩。以后来到台湾咯，甲李老师斗阵咧学佛，伊就甲这代志甲李老师讲啊。老师甲伊讲，伊是地藏王菩萨化身的啊！伊就恍然答应我，后悔讲无供养伊五军的香油啊！这是啊，化身啊，像这种情形啊，那么常常有听到啊，这是化身啊。所以呢，呀，跟你实现了后就无看到咯，你袂当去找到伊咯。这件代志呢，对啊，以后有福啦，那是带来啊，坚定的信心。所以啊，有佛啦，啊，每天是咧读地藏经啊，拜地藏菩萨，感应不可思议。这是我亲目所看到的代志啊。第五，顶流心，这个顶流心是密教所立的。四心之一啦，这个四种的发心的里面的一种啊，佛心示现为有人天鬼畜等类啊，是东行之心，以类可得见之。啊，定是平定。流是流泪，都一类啊。
菩萨要度饿鬼，伊现鬼身；菩萨要度众生，伊就会现众生身。真正有啊！这个代志伫《心经》端内面啊，有记载。古人的笔记的内面记录个也真多。亲像啊，这个李孝兰所记的《阎弥陀等笔记》，这个啊《聊斋》内面所记录的，我感觉迄内面拢是真的，唔是因家己会当啊编会出来，唔是。呀，这是。是现天心天灵灵见，是现鬼心啊，有鬼灵见，是现贴心心，贴心心灵见，众生修行的也真多啊！我听真多对国内来的同修，特别是对东北来啊。因非常的相信大仙，什么修行呢？大概是狐狸、猪龙啊，这类的这个众生啊，都这个精神修行的真多，真像古了像蛇啦，这寿命拢真长啊，伊拢修行啊，一年呐、啊。肯定要发心修行，就会有佛菩萨去甲帮助。佛菩萨甲帮助现动离心去加伊啊，去度因啊。所以这类的就叫做定留心。就爱修行正果的人，伊才做会到。伫修行最普遍的阿罗汉必具佛，阿罗汉以下三句，咱也相信有可能。三个啊，有心足通啊！遇现这种心真容易啊！初个甲二个比较较难一点啊，伊也无心足通，心足通就是变化，也分心，也变化。下面就总结《严经》，即佛有一心，现无量种种之心，佛是种种众生，各个得见。龙标完明无敌，不可思议境界。佛对有现种种心，帮助种种无共的众生。这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讲：“情有无情，当愿种地呀。”这代志有可能无？现在量子力学家把这个代志证实了，说明什么呢？
说明这宇宙确实不可思议啊。宇宙的来源在天学里面叫做本体，本体论。虽然讲出这个本体，本体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直到今天无一个人讲会清楚的。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发生对到未来呢？宗教内面，你们讲是神做的呀？现在宗教内面讲啊，神，伊也唔是一个人，伊无身体，伊无形象，伊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。亲像佛教里面所讲的法身，一种讲法啦。法身呢，佛教里面讲法身，讲法性心，这就是安尼。用这个名词，或者讲叫自性。啊，咱这《梵文观》里面啊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。这是佛经里面的俗语，在天学里面讲，这就是啊本体啊，宇宙万有的本体，这是一个。啊，无量无边、无所无尽之法，拢是对这个体变现出来。安怎变现呢？梵文观里面讲得真清楚咯。法相中嘛讲得真清楚。现在量子力学发现咯，伊嘛看到这种的代志。所以佛教就变成科学了。我有佛的时阵，老师把佛经介绍给我，铁学啊。我学了六十年了，明年就满六十年了。现在个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啊，佛教是科学。佛法跟咱讲的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，不是真的。物质现象不是真的，精神现象嘛不是真的。佛家讲的啊，真跟梦，也定义是安尼讲，永恒不灭是真的。伊那是有生灭，迄都唔是真的啊，迄是假啊。啊，精神现象、甲物质现象，拢有生灭的。量子力学啊，因研究的方向是啊，微观啊，世界啊。研究什么的？研究原子，研究电子啊，研究粒子。哇，个人叫做夸克，近代这科学家研究量子，愈来愈水了。量子嘛，叫做小公主。这个物件是不是佛经所讲的极微之微呢？
啊，咱那女士细心去体会，甲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，愈来是愈接近。极微之微就是袂当过分咯，过分就无咯。那佛经上是微观，佛教内面伊拢是讲定，用这个定微定，用这方法来讲呢。佛第一个跟咱讲无魔定，那像这个是一支无魔，无魔无只粗，用这做代表，定是什么？尖端顶面有一个微顶，一个小微顶，一个尖端的顶面，伊袂落落来啊！伊底下念个真调啊，就叫做五毛顶。五毛顶的七分之一，那就真水咯。油毛顶，油门真油啊！啊，恁中国写字用毛笔，用油毛的真多。油毛顶的七分之一叫做土毛顶。土门搁较油咯，有时用这来做比如的啊。当年呐、啊，伫迄个时阵也嘛是，属实真相啊。土摩顶的七分之一叫做水顶，这一粒碎碎物质的水啊，伊啊是有空腔。而且内面会当啊，随便往来无障碍。啊，水顶的七分之一叫做啊金顶，金是金属啊。金文当体伊的密度真大，密度大，伫遐物件内面去甲观察，伊也是有空腔，伊也可是伫遐咧往来啊，无障碍。金顶的七分之一，则叫做微顶啊。所以佛经上讲，微顶到这个所在，则叫微顶。微顶也会当去分，微顶个分做七分之一，叫做色诸极微。色诸极微也个当分，个分做七分之一，叫做极微之微。佛讲，迄就袂当去分了，个分就无了。所以，这个极微之微。是不是现在啊，量子力学家所讲的小公主呢？就是讲这量子，肉眼绝对看未到。这是伫古碑科学家专用的这仪器的内面啊，才会去看到。这你随一个物质的现象，这个。物件是对倒位来，啊！伊呐发现伊是无中生有啊！忽然间就有了这一个发现了后啊，马上就无看到了。也就是讲，这粒微尘呐，因讲小公主咯，伊啊存在这时间非常的短。你是袂当去甲观察啦，啊，科学家伫咧研究啊，物质啊，到底啊是一款什么款代志啊？观察到最后，这物质现象的来源啊，就是。意念嘛，是有念头啊，念头啊，累积，连续三星的一个幻想，这是现在研究量子啊所得到一个结论，这个讲法的甲佛经上讲的一句话相通。不讲啊！伊这话将心相生啊！量子力学家认为讲物质是对心相生啊，心相是物质的根源啊。
心想对倒位来，我之前上会当看到。这意念是看不到，所以科学家会当达到这步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。你发现佛经上讲的阿赖耶，啊，真正是事物的奥秘。已发现啦，弥勒菩萨甲咱讲，甲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是同款的。弥勒菩萨讲，伊单指有32亿。别成念，这念累积啊，你单只个时间啊，我相信量子力学家伫虾米镜内底看到这个物质现象，这小公主伊啊生存的时间大概是一单只，无可能是一秒钟。一单只所看到的累积啊，是偌济念头？320条，320条的念头连做会，哦，你看到的应该是一单只的时间。真正一切法从心上生，念头累积啊，啊，这里面是有什么呢？有物质现象，有精神现象。物质现象就是色，我们来对讲的色。精神现象是受想行识，佛家讲五蕴。五蕴在倒位？五蕴在极微之微。而且极微之微的五蕴，无论是物质的现象，或者精神现象，伊拢是属于普通的，伊无动就无咯，伊是普通形成的。这个普通则动啊，圆圆圆顶面啊，甲人讲，就变化界啊。那就变化改出生无尽，就是变化没有穷尽，含容空有啊！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诸法实相。对于这个所在才知影，整个宇宙甲家己是一体。为什么呢？科学家讲的这个。比如真好，咱这身体是一个啊发射台，能量发射台，嘛是接收台，咱会当接收全宇宙的信息，咱发出去的信息，整个宇宙拢会去收到。伊讲整个宇宙就那像一个网共款，密切啦、啊、连做一体咯。华严经上讲。以这一切，一切这一啦，这个讲法一点都无错。所以科学家结论，顶面甲咱讲一句话：意念会当改变一切，意念会当创造一切。这个大乘教内面佛上讲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华严经讲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是共一个。
意思啊。啊，我早年应该就是这个四五十年前有教的时阵，老师教阮啊，别发明文，教阮八色归故乡，而且拢是发相中。甲阮阿公心心所的四分，这拢嘛是属于心法了。心法内底有色法，心心所八色是心，五只心所。每一个心心所拢有四分，有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、见分、相分。相分是什么呢？相分是物质，见分是什么？见分是受想形色啊。在自性内面讲，伊是见闻觉知，在阿赖耶内面的变咯，伊变成受想形色，所以呢。八色五十一心所，拢总固着五蕴。固着五蕴啊，都是固着全宇宙。你敢会当讲这宇宙之间都像物件，跟我无关系，讲未通，拢嘛有关系。唔但咱这个一心，咱这个身体。每一个细胞，哎，怎样讲啊？咱每一个细胞也拢嘛是发射台，也拢是接收台。何况这个身体啊，这个、身体就真了不起，身体是一个小宇宙，生死啊，拢嘛是啊，缘聚缘散，有消息无？无消息。哪个精神不变，物质也不变。我这个讲根本都无生死啊，伊只是变化。都是梵观观顶面所讲的啊。这个第二条里面啊所讲的出生无尽啊，还是讲变化？变化还是缘？人若无同，变化就无同咯。可是如果你是强有力的一个意念呢，你家己会当主宰啊。而且强有力的意念内底有精有量，有善有恶，善念坚定的力量，你这个阿弥陀佛呢，肯定会去叫世界去咯。那是讲坚定，我要用有偌济财富啊！以什么意去追求钱？他们的无厌，什么轨道去咯？拢是你的意念去的，无人伫遐咧甲你指挥啊，无啊！拢嘛是啊，家己变现，家己去修。你真正啦，聪明变了，你也想着过年一句话叫做自作自受啊！个任何人拢无相干呐、啊，呀！大乘佛法今仔得到科学的证明，好代志。实在讲，无这个科学证明，我学了六十年，对这问题也是有疑问的啊。佛讲的这敢是真实的？我嘛想未通啊，我未当证明啊。而且只有经常咧讲啊，其他宗教都无安尼讲啊。含糊笼统啊，就讲一切是神做，一句话就交代了。佛法讲啊，遮详细，所以啊，非常难得啊，能感谢近代科学家，无论是研究宏观宇宙、微观世界。拢嘛甲
这个啊，大乘教内面所学习的物件，完全啊相应，拢做出证明。呀，咱啊对释迦佛的智慧一点怀疑都无。三千年前，伊是安怎发现呢？科学家世世代代、一代一代伫咧研究，到今仔才发现。我用什么方法？我用禅定，无用这仪器。禅定当中是用家己的本领，就是见闻觉知。就是咱的共发心来对，这个是地，这个是力，力就是自性，地也是自性里面所讲的不济智慧。要那是用四分来讲啊，你就听有咯。力是什么呢？力是自性分啊。地是什么呢？地是净自性分。你但啥地有自性分呢？力地。知影讲有自证分，所以知影讲啊，自证分的迄、那个，叫正自证分咯。那对自证分那边，则变现出见分，见分哪见啊，就出现相分咯。那这个相分就是物质，物质对得来，物质对见分要见，相分就出现咯。相分不是无中生有啊！那以前我这个总有问题的，现在两组的学家讲恍然大悟咯。各位看到什么？那也是经看真少啦。那真正看到弥勒菩萨甲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，才恍然大悟。物质是安怎来的？原来你想看卖一坛子320条。那个念头累积的那地啊，你产生物质的这个感触，我就是安尼来啊。科学家给咱解释，后来那明白了，这佛经上无讲的，讲物质为什么会有那尔啊坚固的固体呢？有液体。有气体，这是安怎来呢？我甲人讲，频率是无同，振动的频率无同，频率较慢啊，就变作固体；空焦就像金文当体变作这款物件，真定呢。频率若较紧一点啊，就变作较松一点啊，软一点啊，像咱的皮肤。灰草和树木，这是较软的，佮较紧一点，变成液体咯；佮较紧呢，就变成气体咯。啊，佮较紧呢，就变成光咯，光波咯，变成电磁波咯。啊，形形色色啊，是频率的无同，这个啊。帮助咱一个真大的忙啊！这点啊，咱的佛经上也是无去读到。所以了解出生无尽，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啊？咱对量子力学这个发现啊，明白了。所以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今仔日科学家讲的是一个普通现象，普通的宇宙。所以提出一个弦的理论，像弹琴迄个弦，弦是普通的现象，
整个宇宙也是这款的现象。对这个所在，慢慢的就认识到什么呢？认识到真正的家己啊，真正的家己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啊。所以这个意念的力量啊，太大了。如果是咱的念头顺境顺仙，你肯定健康长寿，你袂破病啊。你啊，大生都爱知影。佛经上所讲的是正确的，甲贪嗔痴慢疑啊，甲肥刁，根本都无遮个错误的观念。这物件拢总是假，无讲是真呢。甲经书调理好好，我家己的心时时刻刻啊，得到静啊，这个静就是。佛经上叫做三昧，三昧也是印度话，反正中国的意思叫做静修，就是正常。正常的颠倒病就是不正常。什么是不正常？七情五欲是不正常。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，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，这拢不正常啊。你心内有这个念头就无正常，无正常的念头拢总放下，缘无咯。啊，贪嗔痴慢疑还是因因无咯，应该缘拢无咯，你哪会破病呢？哪有这道理？哪个未破病啊？你也未老啊？啊，咱个想看卖咧，是佛中央到为什么永远未变呢？伊就是无这物件啊，咱也个是有分别、有执着，也是会变啊，变的速度减慢啊，慢咯。也无像一般人情绪化的人，伊变化太紧啊，老干就真紧咯。啊，着着奇奇怪怪的病嘛是真紧，伊出这状况。但是明白了后，就会把家己控制掉的。佛法爱学啊，解决家己问题，我有遮侪年咯，我甲我学习的心得，甲诸位分享。一部经就有够了，没有太多，无太多叫什么呢？贪多薄未烂，你创太多是你创害了。你爱想到慧能大师一句话，这个代志就是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提升家己境界代志啊，甲读书诶偌多。捌字无捌字是无相干，这是真的啊，唔是假呀。你学较侪也是知识啊，唔是智慧呀。啊，智慧唔是学来，智慧对清净心来对生的。知识佫较侪。用途无真大，你看今仔世界遮乱，天下公未当讲是无心。对七十年代就召开国际会议，啊，大家来研究讨论要安怎来化解冲突，安怎来促进整个世界社会安定和平。真正是做好事，这个会议我参加十几摆了。有会的这的专家学者，几乎拢嘛是大学教授，拢是博士学位，也有一挂拢是政界的这的领导啊。啊，对元首到部长。
这个阶级的人啊，真多啊！我嘛熟悉真多人，回归了三十多年，这个世界愈开愈乱啦，一年比一年乱。啊，灾难啊，都是一年比一年较严重。到最近发生什么呢？发生因开会拢无信心咯。我是2003年才有这个缘分，代表澳洲大学去参加这个会议。我参加十几摆，现在就无想去参加。被解决啦！我参加的时阵，我每一摆拢会做报告，而且是主题发言。我甲咱中国传统老祖宗，这家帝国兵天下的道理啊，讲给因听，因听了真欢喜啊，无人讲过啊。真稀罕啊，这马是澳洲大学请我去做代表参加着这个代志。可是因听了后，离开会场，阮到底咧食饭，到底咧开讲，就讲着。有法师，你讲啊真好，是啊，理想啊袂当啊落实的啊。这话啊，对我来讲，真正是压一盆冷水啊。这什么信心危机？伊唔相信啊。啊，真正要让伊相信呢？哇，这想着讲。都爱做一个试验点，做出来给伊看，伊就会相信了。你无做出来，无人会相信你啊！我对这个人问我的这句话，我领悟到真多问题。特别是现在人，现在讲科学，科学什么提证据来啊？你无证据，人哪会相信你呢？所以我伫2005年的这个年底，我伫安徽啊、罗岗啊做一个试验，就成功咯。2006年，我伫巴黎联合国。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做了详细报告，那时候啊，声音真大咯。为什么？我会当提出物件给你看，你去参观，你去看，真正做出来，不是假。所以，让我联想到一个试验点太重要了，咱拢疏忽了。古早时阵。上古时代，中国无统一啊！中国是统一的秦始皇。秦始皇以前，中国这片大地真侪国家，夏商周拢嘛称天子。古早时阵称天子是什么呢？你这个小国的小国王。地理甲非常好，变做别人国家的一个榜样啊，一个模范啦，人尊称你是天子，就是讲，伊也做出榜样出来。啊，咱啊读古书啊，汤啊以70里立王天下，周文王啊以100里立王天下。天下人做模范啊，
唐王唐王迄个国土有偌大咧？伊个即疆域啊，七十里，唔是七十公里啊。中国古早时的里是现在公里的一半，七十里那用公里来算，那就是三十五公里呢。那条真衰，近三十五公里是小镇啊，较无一个官啦。伊会做出榜样，迄时阵啊，讲予天下，天下就是中国这个福源，伊就予其他国家拢来看，拢解学，这是榜样啦。就文王爷国家才一百里呢，方圆一百里，较无一个官啦，一百里算公里，就五十公里。那有一个官遐大，做出好模样出来，让别人来看，伊袂当无福啊。所以，佮想看卖历代遮个帝王，伊居住的所在，迄就是最好的一个示范点，叫做京师啊。京师甚物意思呢？京是大，就是大都市。师是甚物师范呐？我这都市是模范都市啊，全国啊，各个县市啊，拢都爱向我来学习啊。做一个模范，这个模范重要啊。所以今天要安怎呢？今天无这个示范点咯，现在民主大家拢无咧想咯。民主选调不也不过就四年，过一年就八年，命拢无长啊。所以伊考虑到家己的利益啊，无去想到中原的利益。真正想到中原的利益来做这示范点。呀，我就咧想啦，我嘛是想到这个代志，要安怎来去甲联合国建议咧？好，联合国莫伫个纽约伫个大楼顶面去创啊，啊，创一个小乡镇的时阵啊，伫迄个所在，甲传统的文化落实。联合国就是一个示范点，迄就是上古时代天主啊。我若是讲会当佫加花几年啊，我来向这个目标来迈进。希望看多些国家一旦捐出一块土地，免大五十里都有够了，五六十里都有够。现在讲公里，五六十公里，这个范围就有够了。来落实和谐、安定，这个内对无冲突，真正做出一个真好的榜样来。作为一个喜欢的社会，和大家认真来这边来学习、来参观、来旅游、来考察，这个才有意义啊。今天的时间到了，那就学习到这里。